唱袂落去啊。因为你知道，唱歌的人就是呢，唱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根本声都无法度让他唱。我那换一个换啊，这确实有人要听你唱一拍着，哎。我一个金包银，嗯，可以试看看。哎，我想过来一个，哎呦。蔡秋凤还好听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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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都感觉到那种有没有？嗯，因为他的声音其实蛮好学的啦，好学。他只要用那个，可是你唱特别好听啊，是吗？真的好好听，演讲都好听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真的真的，想象起来就不是舞台上的江蕙那种感觉。刚刚有唱了这个蔡秋凤的歌，蔡秋凤。我们点我们二姐唱一些男人的歌，他都喜欢那个鼻音很重的蔡秋凤，这个大眼睛。大眼睛，高凌风先生这个歌，如果从二姐嘴巴唱出来，就是很难得了。哎，再赶快请姐听下看麦，试看看呐，我从来没唱过。真的吗？好，听下看麦，大眼睛哦。唱的歌星，结果咱这个叫歌星唱的啊，这是一次就好了，一次就好，好了，安利那一次，前面那这个算不算？安利过几遍呢？哦，一次就好，哎，一次就好，哎，嘿。不知道，我可以不知道，你的名和姓，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哎呦，水水水哦！啊，你对咱三个有什么要求无？今天来个家要求哦，我觉得也要唱一首我的歌吧。哦，我是感觉讲唱这段歌哈，还有头前迄个有哦。你定在播那一句哦？什么？嘿！哎呦，意思是讲，你叫你个本子嘞，我可能无得答应你的要求。安怎讲？因为这个你要点的歌甲本萨克斯有关系。对啊。这个歌是你家己的歌。嗯哼。安尼，这个可能是，那个叫做
骄傲的心声。干嘛提醒他啦？我就是要考他。哎，你安尼考别人，我嘛甲考。什么提醒？秘书跟他歪变老人痴呆啊！你差不多啦。对啦，这条歌不用提醒，这条歌就红了。对啊，是吗？像什么？骄傲的心声啦。这条歌我坦白讲，我已经早都收山真久啊。嗯。自从顶半年你来，我刚刚替你分过一遍了。无分过。没有啊。哎呀，真足无意思，你从来冇分过啦。啊，最近真正有影，我若分差不多十分钟了哦，休困两三工，等去厝内拢咧下鼓。没有啊，我也有练过萨克斯风，我小时候也练过。干脆这样子好不好？我有没有这个荣幸，为二姐吹一首这个？哎呀，平原这个就平常讲，这有一点音了。平常讲对。我嘛是会晓分啊，但是我无早。哎呀。你哪来这头？哎呦，品源看不出来，原来品源会吹 saxophone， 还等什么？赶快把乐器背上来！真的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！可以真的吗？对。好。哎呦，来，因为这个本的物件呢是需要这个中气。对。加在我少年的时阵呢，保守太多啊。你个要从什么？啊，你要弹吉他？哈呐！啊，我马上弹吉他，我无杂啊。啊！我要唱，我敢要顶唱啦！你已经唱到袂歹。哎呦，红颜红爱害死啦！耳骨包包拢无唱啊！你拍过？我拄啊，这个乐器袂响尔，你干来？你给我气人！是什么声？有人在用吸尘器的？是有人在吸尘器呀？啊，是你在练啦？你在咧 test 啦？好笨啊！嗨。老师，你这吉他可能爱玩哦，那查个这多物件呢？哇！你这个有那歌手老在调情，我就不用给啦。归期咱两个换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换乐器，江慧，别以为换了乐器就 OK 了，还是不可能的代志。飞哥准备出怪招，让江慧要笑到求饶，是什么配包嘞？广告之后马上见分晓。巨星登场，江慧。你今天能换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炸了好啊！二姐给我们带来这一首合作。骄傲的心声，谢谢。
是出错的，但是也真的是非常感谢。那没有没有，本料袂歹，真的真的是，你也弹得非常好。嗯，嘿，这个萨克斯风，这个好，这个哎，那是嗯，你是咧唱啥？无啦，你是听无线电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个歌啊，平常心讲还蛮有意思的。不过今天我们二姐来还是有任务在身上，嗯，我们一块欣赏二姐给我们带来这首新歌《遥远的等待》。谢谢。啊，这阵我想是要如何来安奈？外面风声拢在交代，听着我满腹的感慨。听讲你所去的世界，流行着寂寞的哀哀。飘浪在风霜的时代，梦着山巅海角天涯，期待着温暖的未来。非常谢谢江蕙。